来请欣赏相声《礼仪漫谈》，表演者董霄元、刘霄田，掌声有请。哎，谢谢您啊！哎，看着眼熟是吧？又到我们班了，又上了一场。嗯啊，原定这场啊，不是我们哥俩，还是别人。哎，有一个老演员，这位叫安霄峰。哎，这是我们一师哥呀。啊，临时有点事儿啊，来不了了。啊，什么事儿啊？事儿也不是很大啊。您说啊，出门让车撞死了啊？对啊，你是来不了了。我不当回事儿啊，这还不当回事儿呢？我不当回事儿，人不是这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您说，人今儿啊是喜事儿。喜事儿，对，就我们这师哥呀，啊，今天是他媳妇结婚哦，他随份子去了，不是，嗯，他当司仪去了，哦，小哥们心够宽的，有事请假，临时再来一场，哎，临时顶替，刚才说的也好啊，魏肖宁，哎，胡龙平，外边那个，嗯，说了一段啊，叫这个林邓甫，哎，也是老节目啊，有学问啊，懂得也多啊，是这个林邓那个林邓啊，什么作用？都懂，都记住就不容易，还得学习，是得研究，对，是吧？像我们学徒的时候，不是先学能耐啊，那是先学理。哎，对了，是吧？未曾学艺，先学理。哎，理多人不怪。哎，台上最有礼节啊，比如说啊，演员一上台，得先鞠躬啊，这是礼貌，哎，礼节吧，最起码。哎，观众朋友有一个小礼节进行反馈啊，什么礼节？鼓掌。哦，那另外来说啊，演员鞠躬的时候，嗯，不是先看您各位啊，那是先看地面，看地面，哎，看完地面抬起头看您各位，这叫注目礼。您要不说，我还真没发现，没琢磨过。您再来一遍，我歇一回，我看看，你看是不是这样？好嘞，好嘞。哦，就得先看地面后看观众。不，我觉得您这样不合适了。哪儿不合适？咱说了啊，这叫注目。没错啊，给谁行的呀？观众啊。对呀、啊，嗯，给观众行，你不能看地面儿。那看谁呀、啊？应该看着各位鞠躬啊。对呀、啊，抬起头看各位啊。你不就抬着头直接给各位鞠躬，不看地面。哦，不用看地面，对呀、啊，直接看着观众鞠躬。是啊，不好看。一样。学一回，试试看啊。太近了。您这不是鞠躬，这是劳斯莱斯那小金人儿，这还有这邓雨辰啊，不能违法。是啊，这都是小规矩啊，还有吗？小细节哦，礼仪多的是啊，还有什么都得研究啊，风土人情。哦，老话说了。十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。哎，对，到一个地儿，这民俗就不一样啊，都有说法。您像生活当中打招呼就有区别，是吗？哎，咱怎么打招呼啊？啊，大街上偶遇了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老三，哎，老刘，哎啊，小枣是吧？啊，是我，都这么称呼啊。对对，有点到北京市里，我也没人基本不这么叫啊。那北京怎么叫？不像我呀，啊，姓董啊，在家排行老二啊，不叫老董，小都不叫，那叫您董二。哦，就是姓氏在前面，哎，排行放后头，是都这样吗？都这样。那姓刘一样啊，刘二，姓李，李二，姓张，张二，姓熊，熊二，嗯，熊大，啊，姓周强啊，又来看书了。前面年三十在上映，哎，这是北京城里，哦，离城40里地，地名叫通州啊，人就不这么叫啊，他们叫我二董。哦，给掉一个，哎，整掉一个，那好听吗？好听是吗？得高叫高答应啊啊！一个愿意叫，一个愿意答应，特别有意思，还得这样啊？没叫过吗？没见过，咱俩学一回啊？怎么学啊？啊，我姓董啊，排行老二。哦，您叫我啊？叫您啊，二董。哎，我爱答应。哦，我爱叫啊啊！好比我姓张，二张。哎，我爱答应。哎，我爱叫。好比我姓王，二王。哎。我爱答应，哎，我爱叫，好比我姓苏，二叔，哎，哎我爱答应，您行，那我也不爱叫，我这不爱叫，废话啊，抽便宜了，谁占便宜了？什么叫二叔啊？有姓苏的呀？谁姓苏啊？舒淇，舒淇那是女的，对，有男的姓苏吗？舒淇他爸，舒
熟悉的菜品，可以甭抬那杠子啊。舒淇人不姓舒，哟，人家那是艺名，人本来人姓林，还真知道啊。那哪有姓舒的呀？有姓舒的名人，谁呀、啊？老舍，娶你的吧！老舍姓老。你看看，给你看看。你听听人家，老舍是笔名啊，人本名就姓舒，舒老舍，这不好听啊，叫苏庆春，叫什么？苏庆春啊，对，苏庆春，哎，是不是有姓舒的？啊，不是占便宜，不是占便宜，赶上这姓氏了。行行行啊，不是占便宜就行。对呀、啊，洪老师，您老师刚才学这遍。不够形象哦，大伙看不明白。您这意思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对了，赶紧行啊，再来一遍。你叫我，我叫你，叫我，还挺聪明。来，姓刘，叫我。哎，好，好玩，叫我二刘。哎，我爱大爷，我爱叫。好比您姓张，二张。哎，我爱大爷，我爱叫。好比您姓王，二王。哎，我爱大爷，我爱叫。你就快到了。好比您姓沈，二婶。哎。我定下了，哎，真的，咱俩配对来了，是吗？有姓沈的呀，那叫二婶。姓沈你就别不乐意了，怎么呢？你要是姓毕还不好叫，那就是，那不能叫，行吗？啊，不行，行啊！哎，对对对对，我说都封杀了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这是北京哦，到了天津就不一样了。啊，天津平辈儿啊，尤其男性朋友啊，怎么称呼？称之为爷。叫爷，哎，姓张，张也姓王，王也姓刘，刘也，哦，啊，而且被叫这主不能认，那怎么办？哎，得一大长串的爷给人家还回去，一大长串的爷请回去，哎，讲究，不这什么呀？来一回，啊，可以啊，这好比到天津了，好嘞，好嘞，我叫您啊，好叫，哎哎，刘和，刘和，见过刘爷吗？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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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夜店了，我这什么夜店呢？你不说五个吗？再短点也行啊，几个？三个啊，够省事儿，简单嘛，来呀，爷爷，爷爷爷，哎，你看，哎，简单吗？哎，是是是，还真省事儿，特简单啊啊，一个也行啊，更利索，干堆儿啊，来呀，爷爷爷，哎，你看，有意思，好玩啊，一大长串的行。五个、三个、一个都可以，嗯，两个就不合适。谁说不合适？不能叫。可以。行吗？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亮呀，孙子，哎。长套房，这跟我还玩心眼儿、啊，我还不知道你。一会儿我一喊爷爷，哎，哎干嘛？缺不缺德呀你？哎，这是人。啊、生活当中平常啊，那到过年更不一样了。而他们磕头，天津见面就磕头啊？不是天天磕头啊，是我说天津。对呀、啊，不是天津，就是生活不磕头啊。过年的时候行大礼，天津这么大礼节？对，两个人得抢着磕。干嘛抢着磕？谁抢在前头，来年行大运发大财，还够交情。是吗？来一会儿，可以、啊。过年了啊！过年了。大家回来了，反正还有十来天了，来一会儿，来一会儿，还得抢着客。啊，有何？见过六爷吗？见过董爷吗？过年好啊！过年好！过年好！过年好！我给您磕头，我给您磕，我给您磕，给您磕，我给您磕，我给您磕。你没磕呀？我没抢过你，哎、我你天哪！别来这个了，你好怪你磕的，你怎么那么讨厌呢？你不让你白磕，我又叫爷爷磕头了。来年行大运，发大财，全是助演，行不行？行，那你就拍，财又没了，这财又没了，对吧？助演不带你，这是国内的礼节，国外不一样啊。国外亲吻礼。
啊，他们那个地界呢？啊，什么毛病这是？你说，我展示。你说这个亲吻礼嘛？我不来说啊。啊，首先来说呀，它有一个配置的问题。哦，配置问题，讲究是一个男的和另一个男的。对对对，你和女的。哦，和女的。对呀、啊哦，你不能上来就亲，那应该上来先拥抱。哎，然后慢慢的亲，这亲吻吧，来，亲吻，这个我知道，是是是，别亲吻吧，怎么亲啊？亲吻就是、形象，我们看看怎么演。亲吻，嗯，亲吻，这我你那叫耍流氓，亲吻，人有讲究啊，不同的关系吻不同的部位。啊，比如说啊，平辈之间啊，吻哪儿啊？吻哪儿？哎，吻这个呀，双颊，吻双颊，亲脸蛋儿，哦，对吧？啊啊，我、哦、啊，我的朋友啊，我的朋友，嗯、啊，你好啊，你好，你好啊，哎哎，不是，您不是，哇，这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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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几天没洗脸、哎、三天。你几天没刷牙了？没刷过牙。不知道今儿演出吗你？这是这个平辈儿、哦、换一种关系啊，这是爸爸亲儿子啊，亲哪儿？亲脑门。哦，爸爸亲儿子，亲脑门。对啊，我这儿子，快吧，我这儿子。亲不亲？亲！哎呦！行行，哎，你够狠，我怎么样？再换一种关系，什么？夫妻讲究舌吻，舌。亲不亲？亲！你们来，太恶心！这怎么没有学、啊？这个画面太恶心。那是啊，这是这个结婚以后哦。结婚以前求婚吻哪儿啊？啊，吻哪儿？吻手背儿。哦，这叫亲手礼。啊，对了，哦，这我这能给大伙展现一下吗？啊、哦，这可以。哎，扮演一下啊？怎么区分人物、啊？你演那个国外的妙龄女郎。哦，那您哎，求婚啊，像您啊。哦，哎，这好比公园了啊。好嘞，好嘞，这个地方很浪漫。行行行，等着我啊。女郎，嗯，你是一个演大的。都得拿个小卷儿，是不是？可以做梦。呀！什么鬼？我来，臭嘎嘣的，老也不来。停啊！让您学女郎啊，她没有其他职业。没。这叫什么话？你这干嘛呢？你这，这求婚我不得兴奋吗？你太兴奋，我也受不了。你什么意思？矜持一点，我矜持。行行行，矜持啊！啊，亲爱的，嗯，嫁给我吧。讨厌，嫁给我吧。讨厌，分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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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早说分手，分手，不分手不完了。嫁给我吧！好吧，谢金向你求婚呐！我够得着吗我呀？我下来的啊，亲爱的啊，嫁给我吧！够了，这就是国外的吻手礼，因为他国外那种不是还亲了吗？没有，亲了没看见，再来一次。那他妈还上瘾这玩意儿？要不要？不要！我跟你说啊。就这玩意儿是吧？就差不多了。你敷衍我！哎呀！哎呀！差不多。哎，可以，哎，好吧。我哎，您这是温手腕，我这肯出钱儿。